7号至9号和谐世界和平论坛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此次论坛由伊朗、科特迪瓦、多哥三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以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澳洲净宗学院、净空真友社联合主办，多国大使、专家学者、宗教代表以及全球和平爱好者近千人参与盛会。7号上午，多元宗教祈福仪式与世界各族万姓先祖祭祖大典为本次论坛拉开序幕，这也象征着世界一家，大爱一体。为期3天的论坛展开了6场分组讨论，与会者围绕伦理、道德、因果和爱的教育如何促进和平进行研讨，其中重点针对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全球公民教育对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述。 Education is not only about bringing skills for the world of work,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numeracy, of course, but it's actually bringing empowerment. It's actually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 So seeing education as a vehicle to build just and sustainable societies.与会者亦透过实际案例就创建和平和谐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澳洲图恩巴士分享了在当地透过社群对话、宗教团结建构和谐示范城市的显著成果。 In Toowoomba,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oundational elements i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harmonyAnd the first of these is a clearly articulated vision, the belief that harmony is possible, that somehow in our diversity, we are better together. 非洲与世界研究院则报告了在摩洛哥、突尼斯与埃及等地，借由多元宗教对话促进和平的实践经验。科学与宗教、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中东地区的专家学者分享了古代波斯医学家、哲学家阿维森纳对人类世界的启示。Has medicine always come from medicine? Most of that time, it comes from peace of mind, peace in the heart, peace of the soul. It comes from love and love. 此外，华严实验室发表了水结晶实验报告，证明意念的力量不可思议。如果人们时时保持善心善念，不仅能够改善自身体质，也能够改变外在环境。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心理念，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的重要性。希望今日这场和平论坛能够为实现这一理念注入新的动力，正如净空老法师在致辞中所倡导的，以恢复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爱的教育作为基石，先求正己而后化人，通过行之有效的办班教学、建立示范点、培养红护人才等方法，真正为社会带来长久的安定，为世界带来永续的和平。